小绵羊张艺兴素颜现身机场，白 T 牛仔裤清爽干净，金色卷发吸睛。这不，在近几天，张艺兴现身机场就受到了大家的关注。这次张艺兴的穿着倒还好，就是他的发型特别的吸睛，因为这次张艺兴的发型变成了金色卷发了，网友看了都说张艺兴变得像个小王子。张艺兴这次的金色卷发也很符合他的气质，和他的白皙皮肤也很搭配，这样的金色卷发看起来非常的有个性，一点都不张扬，反而还增添一种忧郁深沉的感觉。所以张艺兴能驾驭这样的发型真的很不错。这次张艺兴典型的男友型穿搭确实吸引了很多小姐姐们的注意力，这样的小绵羊真的太有范儿了，换了个发型就宛如一个忧郁帅气的小王子。蓬松金色的卷发，白皙透亮的皮肤，这让小姐姐们都羡慕不已呢。